杨婷，你没和小扎他们一起去小新的飞船？他好像有什么重要情报，恶龙人才会捉他。天眼精神的武装形态不止一种，八九变化，还有很多开发空间，我必须尽快掌握。小夏也会帮忙。厉害，那我再睡会儿，等他们回来再喊我。小星，恶龙四圣就是因为这飞船才要捉你？对，这里头的原因很复杂，总之你们先进去再说。好了，请进，请进。这飞船也太破了。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当年在这星海王到陨石带藏宝藏的飞船。什么？星海王？等等，这名字不对啊，宇宙空间哪来的海？浪漫点，难道你没听过吗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真的？善良人不变善良人，恶龙四圣之所以捉我，就是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宝藏的具体位置。宝藏在陨石带？队长，我们忙正事呢，可没空寻宝。你忘了老爷子说的话吗？封神积木就在陨石带。对哦，难道说小星，那宝藏是封神积木吗？封神积木只是传说，假的，怎么可能会有？别走啊，你们不想找宝藏吗？我们要找的是封神积木。这我想起来了，星海王藏着的众多宝贝里头，就有你们要找的封神积木。不是说没有吗？哎呀，星海王的宝贝有这么多，谁记得清啊？有了，反正没线索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行，我们就一起寻宝吧。可是特制的炸骨龙，别给我搞砸了。锦家、穆家，是。双魂鱼鼎，只用战甲就和我们炸骨龙战斗？这是为了测试龙珠计划的力量。别动歪心思，你们的脑袋装了定时炸弹，要是没我解除，你们的仿生躯体就会爆炸。是，石矶大人。狮子搏兔，木匠别大意。放心吧，哥哥，看我潇洒的解决他们。木行流光刃，哼！不行不行，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！嘿，喂，给我瞧好了。攻击得这样才算。什么？潇洒，到你了。皮肤汗术，你的攻击碰不到我。怎么可能？云泥之笔对付你，这就够了。金刚翼完全展开。这下预言说的三珠就齐了，让龙珠计划制造的金家、木家去和使用灵珠系统的李小扎战斗。是，冲光大人。
机吗？放心，四不像飞船已经调取了你的航行记录，相信江宇。小星，你说的大秘宝就在那儿吗？对对，你们不用想这么多，加速冲过去就好。找到你们了。啊，霸龙大圣！小星，我就知道你会把风神小队骗到这儿，正好让我一块收拾了。骗？啊，奇怪，小星人呢？他离开四不像了。霸龙机神！风神小队，你们完蛋了！天鸟机神，姚天，我们上。速战速决。小雨，弹幕。你这是给我挠痒吗？什么什么？在我绝对的防御力面前，任何攻击都只会被乖乖弹开。是吗？那你再等等看这个。风雷电击，霹雳雷霆掌。就这？看到了吧，我的防御可是宇宙第一。刚刚的攻击，那家伙是利用泄力来弹奏攻击。接下来轮到我了。我也来帮忙。等等，前方出现恒星级别的能源反应。怎么会？这是石洞。石洞？它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，还有黑洞般的引力。不过和黑洞不同，石洞捕捉的是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时间。糟了！可恶，石洞怎么会在这儿出现？因为我，是我用这开关把石洞召唤来的。石洞的召唤开关？不可能！当然可能，多亏有石洞当陷阱，我才能抢到那么多飞船呢。你们不知道吗？这小子是宇宙海贼，我也有三艘飞船被他抢了。糟糕！四不像的世界已经被捉住了。江云。你们往哪儿看呢？李小扎，你去关掉装置。这边的杂鱼我们来对付。杂鱼，我可是恶龙四圣。时间紧迫，用八九电话解决他。小天，你有办法了？交给我。射爆你们！你给我站住！能逼我出手是你的荣幸。什么？可怜小子！你是？王龙大圣，你的数据没用，给我消失！住手！可怜小子，他可骗了你们。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小星，去把开关。奇怪，人呢？我可不会见你。喂，小星！
发切开冲击了。什么？云雷贯天！我已经从输掉的恶龙四圣那儿得到了你的战斗资料。什么？这就是数据的力量。